大家好，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。今天要教大家的客家谚语是：俗头是讲上得财，唔惊俗妹做凤菜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树根如果长得好，就不怕树尾被台风侵袭。比喻根本如果能够掌握好，其他的细微末节都不是问题。俗头是讲上得财，唔惊俗妹做凤菜。